아무나 아무나 你想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刚刚有人告诉我，说你跟学院讲话的时候，规个人安尼怪怪，人家考不上，跟你儿子告别时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给他死了？没有啊，就想安慰安慰他们而已。我看你休息一个月吧。你是要我走路哦？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规他们是安尼白痴痴，不够可怜。我如果叫你走路，那我在这个业界，这个风声传出去的话，我敢会好过你？啊？规间安尼暗暝蒙啦。 啊，电话底下也唔开着，你要做啥来啊？哎，这一间啊，本来是员工休息室，现在快变成你的办公室或寝室了。你在我这里啊，住了快将近一个月了，啊，你安尼是算讲是离家出走，还是去有某关系？ 怎么回去啊？阿和回来了，我跟他是一句话都没办法讲。每天我就待在房间里、饭厅、客厅，或是会遇到他的地方，我都不去。跟我老婆也一样。你安尼跟我生气，你做无惊？你是人的老爸呢？啊，刚好去你计较啥物事？你现在是准备不管，放你有喏。 是不？唉。